闭嘴！ 还得到一个成就了。OK， 还好这个答案是蛮小的。任务是要交给谁？我自己忘了。 这任务是要交给谁？这个，火焰进化、冰霜进化、闪电进化、元素打击。装技能时额外附带一个随机元素，包括任何伤害。时空链锁，时空锁链，体重附加诅咒，吞噬图腾，它会吞噬附近的尸体，并为你回复生命，好像蛮屌的，惩戒。 不知道点什么哎、欸，晕眩值释放不能直接释放辅助的法术，被晕眩时有32%几率释放辅助的法术，辅助法术是三小。Hello，干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选什么哎、欸，看起来都普普通通哎、欸。晕眩值释放好像还不错，超级。 吞噬好像也不错，只要力量而已。会补血，还可以偷魔哎、欸。吞噬图腾好。 加抗性，火焰进化，火焰抗性，装这个好了。Spit， 哦 ，Strain， 啊，喂，阿拉巴，啊，啥？哎，这不啦不啦。 这边重置了，哦，算了，这船上点离那个还蛮近，我只要从这边去那个什么月影神殿，月影神殿回来就可以了，就结束。穷生的渴望，对吼，要去找那个白痴船长，白痴船长，白啊，找到了。哎，钢铁之握，哇！ 听起来也很屌，虽然好像没有死亡之握来的威猛。钢铁之握，减少19%攻击速度，被辅助的技能投掷物理伤害使用力量的，减少19%攻击速度冲三角。都，哎，红玉药剂，加抗性，哦，还有这个，护身符。 拿个黄装好了，加抗性的药剂跟护身符，哎，干两个都不错哎，哎，其实我的护身符已经妈的还蛮强的了，不说要讲，这个也不好选，加抗性的水还蛮强的，哎，黄玉药剂，闪电抗性，抗性水。 项链也蛮强的，项链都是加力量和智慧来，不错啊，力量和敏捷的。嗯，哎呀，这个不好选。
都不错。哎，好了，拿这个啦，关了。啊！哇，飞行荷兰人就这样消失了，真可怜。鉴定。哦，全能力加13欸，还蛮好的欸。但我这个加19物品稀有度，不过这个可以加我的能力，还不错。拿回去放好了，还不错。还不错，而且它还有闪电抗性欸，加能力加闪避加护盾，还不错。还不错。You're right. Stay out of the shadows. 钢铁之握，减少19%攻击速，被辅助技能的投射物伤害适用于力量伤害加成。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如果跟什么东西放在一起，它的投射的东西会变成以力量加上去它的伤害啊。比方说，我熔岩之戟附加两个额外投射物。我如果放在熔岩之戟旁边，它会这样吗？野地之戟，来试试看好了，把我的熔岩之戟放过去。野地之戟方圆超诡异。哎，这样就没有图腾了，我很需要那个图腾。蛋筒拿掉，这样我免得有麻烦。我熔岩之戟现在有429加6648的火焰伤害了。如果我把那个拿掉了，好，其实我看不出来差在哪里，操！减少19%攻击，发射三投射物，1-4混沌伤害。哎，干，其实我看不太出来差在哪里啊，靠北啊！还是它是那个投射物会另外额外附加伤害啊？是那个喷出来的小跳弹吧？额外附加一个伤害之类的？还是96？How you doing? How you doing? Stay out of the shadows. They bite. There's a shadow of a bite.真的看不出来。哦，要用那个，就是打敌人用那个跳弹，看能不能妈砰，然后跳弹炸满人家满脸之类的。不有就有，没有没有。持近战双手武器时，前一直有人在靠北，这个到底是双手锤？它是双手武器吧？双持跟双手是不是有差？看一下，哎呀，冲了球！
他这边不会写投射物伤害啊。主手暴击，主手造成逃跑技，主手命中，主手伤害。哦，是看这个啦，看这个啦。哦，我熔岩之极现在有6766.4啦，那我把它拿掉呢？但我把它拿掉，妈的，反而还比较痛哎，超靠边。为什么妈的我把它拿掉，妈伤害也比较高啊？93-935。哎。喂，为什么拿掉之后妈伤害也变低啊？因为 DPS 吗？喂，喂，喂，还是他这个数字只算在那个、啊，只算在那个。就是这把武器的伤害，不对啊！可是你就算这样讲，你也不知道你打出去的那个熔岩之极的那个小跳弹造成的伤害有多少、啊，这个没数字。好啦，先放着啦，就先放着。到等晚一点要打的时候再来测试看看，测试看看打出来，因为这东西看不到数字啊，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测出来的东西伤害有没有提升。如果有数字，你一目了然。哦，这个打出去会有伤害。What are you looking at？ 看不到、啊根本就不知道。先放着啦，晚一点实际打打看再说。可是其实因为我现在怎么打，人家几乎都是一级死啊，我他妈也不知道是打出去到底他妈伤害有提升多少，看不懂啊，不懂啊，呆佬，不懂啊。看不出来啊，直接去弹怪物的脸啦、啊！北齐干怪物的脸，随便劈就死了，谁知道他妈到底有没有伤害啊？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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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他妈先来找个敌人啊、哦！来龙来龙来龙来，喂，人类，哦，你看这边来一个。这个叫乌骑守卫士兵，这把乌骑守卫士兵，我们先普攻看看，干挑一啊，好，打一下就死。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熔岩之极有没有伤害比较高，干嘛是挑一啊？你他妈看得出来你呢？啊，那妈等于我普攻跟熔岩之极一样痛哎、欸，谁看得出来啊？靠北啊！怎么打都马自一下死，谁知道他妈伤害到底有没有提升啊？现在不是他妈打怪物他妈伤害多少？这每一次都是一下就死啊，我没办法、啊，测不出来啊，没办法、啊。有没有看到乱世重伤畜生斧，打谁都是马是要死，谁知道他妈到底有没有伤害提升、啊？看不出来啊。妈看数字也只能看这边，这边还降了，谁知道？谁知道？啊？谁知道？啊啊？谁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晚一点看。他说要叫我们干嘛？然后去杀了待在实验中的室中的派蒂。妈，派蒂我记得他是橘怪，就只能打他的时候看看他妈伤害到底有没有变。唯一办法，其他人这个没办法测，测不出来啊。打谁不都一样？都要，都要。哦，啊，雷达 ，night， 铜影巨锤，买个锤子啊！太气了啦，气到想买个锤子，锤子感觉都好烂，是27等的，看到恐乱世重伤畜生锤，劈你满脸。把滑鼠放在技能图上就有写 DPS 啊，
每秒伤害766点伤，不是啊，就跟你说这数字的问题哦，看没出来啊。干，你看这个，我现在装上去它是766.4，我拔掉就变935啦，那不是是不是意思就是我拔掉伤害比较高？莫名其妙，因为它扣攻数啊，账面数字没有办法算啊，你又看不到数字，你又不是真的哦，敲出去那个跳弹可以看到伤害，看无啊。你看，像这边哦，这边有这个败坏之领哦。好了，这边一个只有一个精英来看一下好了，先看一下这个守卫精英，他家普攻，妈，你看也是要死啊，不能怪我啊，救不回来啊。Hello， 普攻，你看看，啊、死啦！哎，熔岩之极、啊、也是死啦，谁知道？哇，跳一下他也不是要死啊，也是死啦，怪我啊。啊、来来来，精英精英哈、哦，来先来看一下普攻一下精英有多少、哦，好，大概是这个1/5哦，好，再来一个啊、哦，好像真的好像有比普攻痛一点哦，哇，哇真的看不出来，三下就死了，蛮三锤，精装蛮三锤，跟鬼一样，没办法撤啦。没办法撤啊，谁知道？这样很明显就是跳弹打到人家脸上也是要高潮了啊啊！太烫啦，一咕就死啦，有没有？可是你还是不知道啊，我跳一下他妈还不是要死？我来撤一下好啦，看我们横扫，横扫他也是要死啊，谁知道他妈哪一个伤害比较大？看不懂啊，重击，啊重击也是要死啊。旋风斩，好了，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每一招的单下攻击力都比旋风斩大了。只论一下的话，重地度，熔岩之极出来的球球三颗，所以等于你投射物伤害乘三。不知道他投射物伤害怎么算的啊？所以他投射物伤害是就会换算成你的力量吗？如果这么纯粹的话，就比较好办事啊。就等于你这个小一下，这样有没有？这样小一下，哎，干，抱歉，哎哎，呆佬啊，不好意思啊，跟观众对话，谁知道你就跑过来了，被跳弹打到脸上就射了，怨不得我呀。如果他就只是很单纯的。数字问题的话，了不起就乘三，那也就算了。干嘛飞呀？干嘛飞呀？滚 ！Stay out of the shadows。跳弹威力真是不同凡响，走过去而已啊，然后就射了。一堆奇奇怪怪的武器，又不知道拿来干嘛？安丹可以一起练吗？不要。好啦，就到这边啦。Yes， 我37等了，我又可以去领那个小礼物了。再跟各位讲一下这个礼物怎么拿、啊。妈，不要自己有免费的商城物可以玩，你就不去拿。首先你要点你的。Garena 的进食通，哎，点到这个流亡暗道，然后呢，点他的那个，他有四个点点，有分别是个活动，你要点一个蓝蓝的背景，黄头发女人，左手举起来，眼神哀怨啊，右脸有受伤，点进去，再这样讲你还是听不懂，我就没办法了，没救了，你还是不要玩电脑了，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左下角有一个公开测试活动页，公开测试活动页里面有好多的这个活动啊，然后你点右手边中间的流亡者的升级奖励，然后他就叫你请登入自己的这个，Garena 账号，好，然后每5等可以领一次。
现在登录了，我前面六个都领，我现在有37等了，我可以领这个雷电蝙蝠。好，他说已完成，请至游戏中确认。好，来看一下，哎，有了有了，有没有雷电蝙蝠？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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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蝙蝠可以干嘛呢？没有屁用，就让你以为附近一直有一只怪在跟着你，吓死你而已。就是再让各位看看我的钢铁奶罩，哇，怎么这么硬硬？哦，什么都不能升，真烂。敏捷不够，等级不够，等级不够啊！升级啊，快升了，快升了。好啦，记得啊，喜欢就去领一领啊。当然还有这种歌。Garena 的小红人啊，雷电蝙蝠啊，这两只好像是永久的嘛，啊，这个只有两个礼拜，就17天而已啊，14天啊，没什么用。顺便看一下商城哦，每日特价，今天特价旋风斩白蓝，将技能旋风斩的特效替换成白色旋风，此特效可以重复使用。预览影片，干他预览影片会跳到 YouTube。你知道吗？这个预览影片按下去之后，它会跳到 YouTube， 然后就看到一个白白的人，就像这样一直转，一直转，转转，然后还有一些敌人死掉啊，还蛮好笑的。新品护盾外观，欢愉印记哦，你的盾牌可以变成这样子，好丑哦。哦，有衰小脸，笑嘻嘻脸啊，还有卖台湾黑熊。啊，是不是？看看这台湾黑熊，看了就不想买了。为什么要放成这样呢？宠物台湾黑熊，这只呆萌的台湾黑熊宝宝将会随着你一同踏遍鬼岛。看看他的脸，吓都吓死了，坐在地上，哈，肥妖女的屁股。哇操，吓都吓死了，不是我要讲。好啦，大家就这样 ,NA 敲尾，让我敲一下。It would be wrong to do that here. 多肉出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干！啊！Round two。换我。Fight。我也要敲一下，干！我也要敲一下，贱人！贱人，出来玩！就冲！哇，他好像比较屌哎、欸！哭了。散开了啦！啊！
我难过。换我，换我。干，散开了啦！为什么他都散开啦？干，伤害好低哦。散开了啦，不爽了啦！为什么他都会集中？干哦，哇，没死没死，我超猛！哎、欸、哎、欸，三小关子啊！啊啊！Gains a point. Round four. Round four. Fight. Fight.嗯、这是什么？易燃，你被诅咒了，将会受到额外火焰伤害，并且更容易被点燃。White， 能敲掉护盾、欸，干 NA 护盾多少？哇，敲他会自爆。哎、欸，其实我普攻还蛮痛。啊！差点就射啦！我受不了啦！啊！我受不了啦！啊 ！Gains a point. Round five. Fight. Fight. 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马德敲猛，哇干！他攻击力147到多少？234哎、欸，干我的两倍，不公平！干 ！Blue team wins. Blue team wins. 只好来一个友情的打招呼了。不公平！不公平！伤害是我两倍。有没有看到传统的野蛮人打招呼就是这样子，不灰容颜。看不公平，不公平！对。